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探索赛。本频道是透过趋势线、形态、支撑及压力的方式来分析个股。100元会员是纯粹赞助本频道，300元会员会在星期三和星期日发布会员影片。会员影片的内容是支撑及压力个股的分析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探索赛。探索赛，我是 Norray。那现在时间是下午的4:56，那我们来录第二部的复盘影片。那我们这一部影片是从这个元刚到这个微强电。OK， 那我们就事不宜迟，来讲吧。我们就切这样就好了。2417，这一档哦，非常有印象，它是在这个那时候那个什么，那个说要什么 work from home 哦，就是那时候在那个视讯会议嘛，就是说哎工作啊都可以带回家什么，没想到反正是涨一波啦，那后面现在就是来一个大盘整，但是它盘整这个阶段里面其实还是蛮有肉的哎，就盘整这个阶段啊，那刚才最近在5月3号这里被出了一根超大量的出货，16000张，我不知道又是哪个大户就又走了，反正呢。我对于这一档的想法会比较偏属于说，如果哪一天去突破它长期一直不断碰到25块这个地方，我会比较有兴趣啦。那当然你说诶，它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破底翻吗？看一下。我觉得是，但什么呢？但它这个量跟这个量似乎差的还是有点多啦，就我之前跟你讲嘛，假设这里全数都是被套牢的人，那这边被套牢的人呢，每天平均的这些成交量，那这就想象这是一个大楼，它往右边倒下去的话，那它这边的到底要花大致上多少天去做消化嘛？我觉得如果说我们把它隔壁根加到今天这一根，那成交张数搞不好连这一根的一半都不到，我不知道多少，可能有啦齁，那可能我就没那么喜欢啦。那今天上涨的当下有被往下压，我们这边仔细看一下，我觉得还是不要讲一些就是太复杂了。OK， 那感觉上放这样比较合适一点，这边刚刚那条是错的，这个位置吧，这里有一个这样，因为这里啊 有一个让我们去 check 的位置啊，是这样子吧。那今天又来打压力，那要如果说你有兴趣的话，当然你从那边坐上去这一层没有任何意义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就是任何的想法，也 OK 啦，看自己，就是突破在 22.5 站上止稳，拿去做没问题，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忽视掉这一条的话，当然没问题，但我会看啦，就我会觉得应该不是换手成功然后掉下来的吧，我觉得应该是散户套那边吧。不晓得了，还是说它只是纯粹？如果说你去看数据啦，如果说你看数据，它是纯粹像是被这个群益金鼎台北。如果说你去查5月3号，这边不查哈，自己先去看。你去看5月3号，如果说是群益金鼎台北洗上去的话，因为我只知道这个啦，应该有点类似像是在做这个高频交易的吧。然后它专门都操作十几二十块的股票，然后这个爆量是它弄出来的话，那我觉得可能还 OK， 因为它是左手换右手，没有人套在里面，那这个 W 底突破是 OK 的，大家自己去。先去仔细看一下，因为股市里面有各种做法嘛，对不对？没办法把每一个做法都研究的非常的透彻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四星科哦，那四星科一样啊，我们这边很明显，我们之前画的压力是对的。怎么说？因为这边一根、两根、三根、四根、五根、六根哦，六根大致上都卡在这个位置，大概 36.6 左右。那如果说它能够再站上去的话，你可以考虑看看啦。站上去的话，应该不用站上，再站上去的话啦，它就是一个破底翻啦，哦，就收盘收在上面的话。哦，这是一个破底翻，然后停损自己去抓。但是你知道，有时候这种结构的方面，它上面的压力越多的话，它是比较不容易上去的。所以说，如果说接下来这一根要站上去在 36.6 以上的话，那至少成交量要大一点啦，可能要这么大吧。我觉得越大越好啦，越大越好去做突破，不要过这一根的大啦，那就是可能在这里到这里之间可能是一个最好的量，然后突破的话，那这一个破底翻可能就成功，可以去考虑。那如果的话没有的话，很少的量会有时候是大盘在上涨，然后还有点鱼目混珠，然后混上去上面而已齁。那就觉得不太好。OK， 那这一档好像昨天讲过吧，然后刚好今天突破又有人问，还是前天忘了，反正呢刚好今天好像有涨一些类似像工具机的东西嘛。我不知道，反正有涨电机机械，因为我之前在做观察，像那个上影嘛，上影在这里嘛，涨了 5%。对，那今天我们刚刚看的那个是涨 7%。对，反正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电力机械好像一起涨这样子。好，反正呢就是掉下来回撤到这里，那再考虑吧。哦，就这么简单。哦，
好，也不太需要问啦，因为这个昨天好像也问过了。我来看他奇美哦，奇美不知道是不是台中的奇美是吗？是台中奇美吗？不是，是这个投资还是就是？其实我不知道啦，应该不是啦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，嗯，所以他算是营建股咯。那营建股我们来看他成交量，哦，成交量还 OK 啦，平常可能几百张，然后有量的时候是2000张。那它这边的结构是我不喜欢的，是左边这一地方，左边这个结构应该是比较偏这样子，哦，走了这个1、2、3、4、5上些形态的五波下跌，然后到达了这一个支撑，然后又升起来，我们这边又一个 check， 我觉得在这里吧，我以这一根啊，我以这一根为，因为这边是上些形态嘛，那上些形态其实它这边的结构的支撑。不好抓啦，我个人觉得不好抓啦。那我先抓在这里，我没有到很确定，可能是先抓这三根被压制的点，加上这里突破呢，有这边测的点，我这样去看，那会不会其实是在这里这条线？因为这边撑了好几次嘛，然后这边站上去呢，站不稳，跌下来，然后往上抽。而如果说是在这里的话，那这一层就真的不用看。所以目前来说，我会去等待这个价格有没有机会下来到这里做一个止稳，要很明确的。加上插在这个36块这里啊，然后去做一个手脚，因为我们不确定，那这一层呢 ，maybe 就是在这里了 ，maybe 是它是的，对，所以不确定的时候呢，哦，都是要用指纹。那确定的时候其实也要用指纹，因为你不晓得主力手阿米啊，哦，有可能他就不喜欢36啊，他喜欢35之类的，哦，也是有机会嘛，哦，他是守35。虽然说你就觉得哦我在讲废话，但是他确实很多价格都是主力钱砸出来的嘛，哦，那他的成交量本身就少。那本身少的话，那代表说主力呢，哦，可能就不是很多个，可能就是可能原来主力有人一档个股，搞不好就有10个哦。所谓的主力就是他是有能耐去炒一档个股啦，哦，当然有分大跟小主力，哦，但像这一档可能平常都几百张，然后突然像今天也只有500张嘛，对，那也不多啊，所以都是要小心。好，那看一下这一个广明哦，广明基本上是这样子啦，哦，那他今天突破了，突破，明天回撤，有机会啦。但是他今天突破有点像我们刚刚讲的鱼目混珠的感觉，没有什么带量，然后去收上去，所以搞不好明天测就拜拜下来，这是有机会，所以说一定要这个测试一定要等待这个日线结束了，就一点到一点半的时候，你能够比较完美的确认，你再去做进场。OK， 那我们看下一档，所以明天是一个关键啊，它有一些威胁的。然后来看一下，那这个大众的部分的话，它之前拉高这个地方要出货，然后这里就形成一个假突破，应该是这样子啊，我们看一下，那它目前的这个上面这个地方我就没办法确认了，我只能讲说比较能够明白的 check 一定是从这边拉过来这一根嘛，这四根，哦，这大概两根跌到这个地方来，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支撑这件事情我目前还看不太出来，我们就略过吧。好，我们看看华城吧，欸，华城也有人问，我有华城不会有人问，我没有看到，那华城就没什么特别，因为我个人真的来进场就这一根，好，就在这一根，我是不太敢贴对单单，反正就在这一根，那这根其实是在哪时候？今天礼拜四嘛，那其实在应该在周日的时候有丢这个会员个股吧，对吧？6月10号，对，这里有丢啦，所以你有买到的话就持续放啊，不然其实这个点啊，这个点其实有点压力啊，所以今天才压在这个地方嘛。我这边有三根上影线，如果说明天跳空呢，明天开盘没有跳过去的话，你可以考虑就直接先做出场，我们先卖一部分是 OK 的，稳定一下军心啊，稳定自己啊，那。从这个地方拉上来，其实也有个10%左右。如果说你是直接踩到做进场的话，那我个人没有，我个人是买的高一点，个人是买的高一点，因为是买它收盘的这个位置嘛，收盘这个，那掉下来这地方我都没有做任何交，所以买比较高。但是理论上从这里到这里也是差不多10%，也是该卖哦，因为我们提早布局的人不能说我们用这个地方算，而是用这个真正的支撑去算，哦，这是我的算法，就是说我那时候没做加码，原因是因为它没有再砸到更底部了，我没有再砸到更底部，对，那。理论上今天这个地方应该是要做出场，虽然说在上涨 7.5%， 但是以一个就是有做进场的一个位阶来说，它是已经涨了 10%。 那明天看它开盘的力道吧，哦，当然这一根这个还是必须得去消化掉啦，明天要继续强制找机会啦，对吧，啊。好，那我们看下一档那个雷虎吧，哦，那雷虎其实有一个潜在机会，我刚刚有看，东看西看的有看到，那潜在机会在哪里，我这边画一条下降趋势线好了，我发现我这边没有画，但我另外没有画，哦，那画一下，我发现说这边这个 W， 然后这边站上去嘛，站上去之后今天是来一根这样子，大家懂吗？它是来一根砸盘之后再往回抽，所以它其实力道蛮强劲的。但是我整体上，我就算用现在这个地方哦这个点去算它的亏损的话，它亏损是有机会到达5%的。好，哦，亏损是有机会到达5%，那理论上也是应该守这里是最正确的，没错。那如果说我是用它今天这个点去做单的话，我要守的
亏损是几%，怎么样看都有点大，因为我大致上抓3-5%就差不多了。对，所以说这一笔单呢，我个人觉得你要非常有对这个军工非常有兴趣，那你的价格一定，你的平均价格一定要大概上落在69左右，最好是在低一点，68-67这个地方，然后停损就抓这边低点，大概往下做个2档吧。哦，那看有没有觉得走上去这边大概16%。哦，那但是它走上去也是必须说要突破这箱区线，但是它已经做破底翻了。那做破底翻之后，其实上涨的机会是大的。我们在过往的一些行情里面都是这样子。对 ，OK， 那看下一档，他们的数字只差一而已。欸，所以说，你好，看一下我之前画的。嗯，我之前是画这个大概22.85，看一下哦。那 22.85 这个位置，我觉得稍微做下更改啊，因为我们这边高点是 23.25， 然后这根高点是 23.25， 这根高点是 23.35， 所以我们就拉到这边。好，没什么问题，反正今天还是没得涨，然后这边拉上来，必须突破这一层了，因为它已经 check 过三次嘛。One check， two check， three check， 反正呢三次这个 check 这个压力就在这里，那突破这个压力转为支撑，就是一个等待止稳，就有一个机会了。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档那个实权，我们加速讲。我看它实权啊，实权是底部这边有打一个 W 底，那它这边回撤之后成功，因为这边带量嘛，然后成功，因为守这根低点嘛，它踩了之后就往上走，那目前是来到箱区线的这个压制，我昨天其实就有压制了。我昨天有压制，然后今天是压得更明显，因为就是上不去的感觉，有点上不去的感觉。他最后收盘收下来，所以我觉得啦，我如果说到这个地方呢，没有一个明显的点，或者说你到这个地方你去接，你喜欢这一档你去接，你的停损就设这根低点，大概往下做个2档吧。好，那我会比较期待的是，我会想要做这一层上去啊，这一层。目前的支撑不确定在哪里，应该说目前压力不知道在哪里，有可能在这里，有可能在那里，有可能在这里。因为在那里，为什么？因为有可能随之的改变了。如果说理论上我们应该看近一点，应该看这里，但这边感觉上又有，所以说，它今天有可能是碰到压力，然后没办法上去。所以说，如果说真的要我刚讲这一层的话，我觉得就60-66，我觉得就不要去做了，等待它有一个比较明显的突破，然后要有一些 K 棒去 check 这个地方没有压力。对，反正呢就是要多跑几根 K 棒出来，我们才能够去 check 它的压力，这两个压力到底是在哪里。好，那汉翔部分也是很无聊，这个也是。你基本上你是把这张图呢列印下来，然后贴在你的面前。我真的贴在你面前，因为这一档呢，大致上是在这个盘整阶段大概已经复盘过了几次，4-5次以上吧。它就蛮无聊，因为没有任何的需要做跟动了。大家看一下，真的蛮无聊。这一次嘛，其实没有到很多次啊，我自己还丢了好几次。好，于是那个我们群主也有问啊，然后今天问嘛，你看5月11号问的时候，他在哪里？5月11号问的时候在这里啊。对啊，那时候是说等待有一根这样的插针，我忘记是在什么时候讲了，反正那时候的这个最好的点是在这里。然后那时候我说最好这一根跟这一根，我那时候好像说这个地方最好打破哦，跌破这里，那再去做。那现在其实也没有太特别的行情，我还是必须等待突破59，哦，不是跌53，我是这样子，没什么特别。好，那看这个微强电啊，微强电好像在那个新闻也有在播，那今天就跌了5%哦，那。之前人家讲一句哦，没有到不了价格之后，也不愿意等待的价格。而如果说你这边，因为那时候我们一直在等这个地方啊，我一直在等这个地方插针，不然这个地方插针，好，那他确实就没回来了啊，没有回来就没办法。那今天这个今天的跌啦，哦，昨天涨了用了15000张，那今天跌用了20000张，那你觉得说这多出来的5000张是谁去做消化的？应该理论上应该是散户啦，好，哦，理论上应该是散户啦，所以现在掉下来这里有插针。在考虑，但正在考虑，因为有可能呢没办法那么快就反转成，因为它必须去消化这一根。那它平常成交量就是几千，2-3千，2-3千，那突然来一个10000多、20000的这个卖压要消化，所以个人看起来应该是这一层有机会，但是等待止稳哦，这样子。OK， 那第二部影片就到这里，好，那再休息一下，然后来录制第三部复盘片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里。接下来会不定期更新，喜欢这部影片的内容，请订阅及分享。再次感谢大家，那我们下个影片再见。